这上午我没更新阿信，这家伙让你们给我扒似的，哎呦我的天，这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吗？啊，哎，行，更新更新了啊，你们的哈基米来了。阿信前天来的时候有点软便，我也想到了，那个换环境啊，换凉，再加上洗澡，他这个不软便都奇怪了。我寻思他要是连着三天都软便的话，我就去给他买点益生菌。结果人家昨天晚上用实际行动在我面前证明了一下。什么益生菌，我行，他这身体是真挺好，我头回见着小猫适应力这么强。吃吃，嗯，好，马上。阿信一天轻易不开口，就知道吃饭的时候着急。他这一天四顿饭，顿顿很激动，吃不饱就朝你喵喵叫，每天把自己吃的像那个趵突泉的锦鲤似的。我就老盯着他上不上厕所，我就怕他给自己撑死。没吃之前得先关起来。贼棒，能吃能喝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吃饱了，这走哪跟哪呀？瞅你那个死出，你等我回去呢啊！